体格好，欢迎体格舒宽，好好运动也在当然哦。同欢喜今天要爱说爱老体格来做运动咯。我是今天的老师，我是罗元廷老师。然后呢，我介绍两位同讲的助教老师哦。我右边三个是玉婷老师，我左边三个是玉静怡老师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还坐得吗？加加欢喜来哦。孙山呢，去穿一条也在穿老三的呢毛巾，嘿，尽量诶，嘿，洗面的就好，唔好浴巾给烫太诶，给做咧无效果。今日个老师教你着做毛巾操哦，做的呢，放松你的胸口，放松，然后还有做侧腰练习呢，可以帮你雕塑你的小蛮腰哦。好。我太高空下录音筒之前呢，我去穿一条椰子毛巾哦。好，然后呢，穿到嘛，穿到以后老师等哦。好，穿到毛巾之后呢，你就一招数，两招数，来等轻后背个，轻后背两条安尼，好，抓紧哦。好，来双脚打开了。一样，与肩同宽，肚子往上吸气，屁股要夹紧哦。在这里正确的位置做运动，才会有帮助你的效果，非常好。好，来，双手呢一样往上拉高。好，配合你的呼吸呢，吐气的时候往后再往后延伸。好，我们做慢慢的就好了。好。这个可以开你的胸口，然后呢，有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痛痛的呢，可以做这个运动，可以帮助你舒缓哦。好，慢慢的做，我们慢慢的吐气回来，一样，我们往后做八次，轻轻的。你今天做到这边感觉卡卡的，你就先稍微休息停住咯。好，收回来，然后呢，你明天觉得哎，这个好像不，你可以再挑战多一点，那你就可以再往后仰一点。对了，很好，然后一样慢慢的收回，一天一点点呢，你的动作呢就会越来越棒哦，动作呢就会做到越来越大，然后苏正蕊加油哦，还有闪豆哦，好，这刚刚呢会配合你的呼吸哦，再来轻喝两豆，苏正蕊昨天呢你的身体会变得更轻松哦。好，数正了，把刀坐起来，我坐前面呢，放松你的胸口，然后视线呢，我看到你的肚脐眼这边，好，放下去，然后你的膝盖要往下弯，双手往前推，好，一样慢慢的做，收回来，一样我们要做八次哦，好，我们开始喽，第一刀，慢慢的走，吐气，数正来，过来，第一刀，吐气。数转来，再来咯。第三刀吐气，目珠会看到眼肚脐的方向哦。好，数转来，第四刀咯。数一四两元唔怕，我们了爱轻强强的做就好诶。好，吃到要 Q 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坐在休息咯。好，数转来了，再来吐气，数转来，做轻喉咙道好吗？加油哦！轻吸一刀喽，吐气收，好，收回来这边，好，来双手放下来，稍微动一下，好呢，来双手呢，这个毛巾放在你的右手，好，我们用手里稍微按摩一下你的手臂，肌肉酸酸的，对不对？表示有在燃烧哦，你就可以瘦你的手背，也可以雕塑你的腹部还有胸口哦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第二个动作喽。好，一样，双手拉住毛巾的两端。好，先预备之后呢，在你的头上。好，往上推的时候，你的膝盖同时往下蹲。好，一样，请各位注意啊，师傅莫胸，不要向后面翘，这样子一样会伤害你的脊椎。你要往下蹲，正的。好，收回来，一样回到你的头顶上。好，再一次我们往上吐气。上下两个力气呢，往你把你的身体做最长最长的放松，还有拉长。好，收回来哦，我们一样做八次，现在第二次了。好，加油，第三次。好，一样配合你的吸气吐气，再来第四次，
吐气的时候往下蹲，双手往上托，再来回，第五次咯，加油，慢慢的做，慢慢的回，第六次，吐气，收回，第七次，收回来，最后一次咯，加油，往上，吐，收回。好，做完这个第三个动作，一样往上托高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双手往旁边拉紧之后，我要向你的右边弯下。好，要拉长什么呢？拉长你的侧腰，雕塑你的左侧腰，紧实你的右侧腰，让你的腰部有做更深层的运动哦。好，来往下，一样，一直双手要往上，两个力量往外面下，往外面撑。然后你的右手往下拉，感觉你的左手有点紧紧酸酸的，我们停留在这里四拍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收回中间，放松一下，吐气，收回来，再一次往你的左侧腰下来咯。好，你的双手一样继续的往上拉，左手往下，右手不要被左手牵着走，对，这样你的力气才会出来哦。加油咯，好，收回来，我们再一次右边好吗？加油，来下，二、三、四，慢慢收回，最后一次往左边走，下，二、三、四，收回，六、七、八 ，OK， 好，双手放下来，稍微甩一下。放松一下你的手背哦，肌肉有运动到就会感觉有点热热的感觉，表示你的肌肉脂肪有在燃烧，有在做运动。好，现在我们做了三个动作，我们要从头开始复习咯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双手拉住毛巾，推胸腰，扩胸来，往后吸气，胸口往前打开，吐气收回，再来二 ，in 收回。加油，三，我们要做八次哦，收回，加油，来，四，很好，收回，再来，五，配合呼吸，吐气，吸气往后，吐气收回，再来吸，吐，最后一次，加油了，吸，非常好，接下来呢是往前，对不对？好，往前的时候，你的视线要看到哪里了？看到你的肚脐的一个方向，很好。来了，我们一样倒数八次咯，来咯，八，收回，加油，七，收回 ，and 六，吐气，看到你的肚子，再来五，很好，还有哦，四。收回，三，收回，二，清明一兜咯，加油哦，数一起的圆圆，待会我们就可以放松了。好，做完八次的时候放松下来，一样，双手稍微甩动一下，放松一下。好，要做第二个动作咯，往上举高，放在头上。接下来往下蹲的时候，你的双手要往上撑高，这里吐气。一，慢慢做，收回，我们一样做八次。二，推高，收回，注意你的臀部不往后翘哦。三，很好，收回，加油。四，往上拖，收回，再来哦。五，收回。六，收回，非常好。七。还有还有，不要放弃，最后一次了吧，很好，收回，一样放松下来，有感觉手酸酸的，你就要放松了，不可以 hold 在那边哦，那肌肉会受不了，那你会觉得运动好难好难，你就会想要放弃，所以运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就要放松一下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了，来，双手往上，拉长你的侧腰咯，请你加油咯，我们要八次，最后八次就好了，跟老师一起。向右边倒，吐气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收回中间，非常好。第二次看左边往下，二、
三四，收回，很好，还有才第三次哦，加油加油！我们要把侧腰雕塑的跟小有一点 S 的 S 腰感觉。对了，再来左边，下去吐气，收回，加油撒，吐气，配合你的呼吸，回到中间，最后咯。好，收回，再来最后两次的吐气，慢慢的收回，动作越慢越好，这样你的肌肉会更运动的更深沉哦。收回来咯，最后两次，收回中间，最后一次的加油，非常好 ，hold 住一下，收回中间。好，一样放松下来，把你的双手甩一甩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做的毛巾操有没有感觉？毛巾呢，不只是可以洗脸、擦身体呢，它也可以来做运动哦。有没有感觉很神奇呢？好，现在我们把双脚收回来了，我们一样跟大家做最后的结尾喽。好，毛巾呢，你想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来擦脸嘛，擦身体，流汗的时候可以擦身体。好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来拉一拉呀，舒缓你的肩颈不适，或者是说放松你的胸口。有时候，压力太大呢，或者是胸口感觉比较郁闷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拉一下，把你的胸口放松，把你的气都吐光光，把你的那些不好的气呢，我们都放松下来。好，今天呢，非常高兴又带大家做一个不一样的运动咯，下次期待下次再见咯。好，今天的部分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咯，拜拜。